屌你老母丑化系呀。老子阿布拉罕企喺呢树对諗正无敌海景，隔住沙头角海，望諗住对面船湾郊野公园，搵条女落游艇餐下餐客，屌佢喺窿就真系够諗晒梳干架啦。由沙头角三和堂营运嘅三香七川天后宫，清朝嘉庆年间已经喺沙栏下村。北平共匪窃据大陆之后，喺中华民国47年被逼迁嚟英界沙头角元敦山。中华民国59年，农历庚戌9年嘅有冬月翻身过，最后俾港英政府拆救捻埋。依家间庙搬捻咗去沙头角游乐场块波地后边块海皮。中华民国81年未置起翻好，搞到中华民国82年农历季又计年8月17日礼拜六至重开翻。话柴嗰日卖实药喺校，礼拜六更惨，但果清大夜照。门口左边安捻咗块门口土地财神，门口有两副对，第一副对系圣德配天宇后一人因在水，母儿清后送来千古祭祠行。第二副对系龙灯九天来转运，奉在南山大宝来。入到里边得一个神坛，天后坐正中间，右边供奉金童玉女伴住嘅坐莲观音，神坛底下有块本宅地主正神位，本卖裤袋，金枝初发叶，银树正开花。